在 check-in 中，当我们 check-in 完行李之后，我们来到了白天的机场，超多人，好多人。你看后面这么多人，而且好多次哦，点都开了呢。那我们现在在威灵顿的机场等飞机，然后等一下要搭到基督城。Yeah. 然后因为我们坐飞机，对，然后我们是搭国内线的飞机，所以我们一个人只能带一个行李，然后我们还另外加买了一个行李，然后把我们三个的雪板都放在里面。这样，国内线大概提早一小时或半小时，其实他根本没检查护照就可以 check in 的，其实非常容易，就像搭高铁一样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到南岛就会变得超冷。就会越来越接近很冷的地方了，我们就可以去滑雪啦。然后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路况，好像有一些地方已经封路了。但我们明天是要先到基督城逛逛，对，就希望我们要去的地方不要封路就好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搭的小飞机。你真的好想看哦。我们在基督城住的这个饭店，哇，厕所，这厕所也太酷了吧！厕所是一个圆形，然后有上下铺，有桌子，然后再进来这里是一个窗铺。它这个饭店的大厅啊，一进来就是有一个餐厅，然后再走进去就是 check in 的柜台这样。我们现在在基督城的街上逛街，然后今天下雨，所以很多地方都不方便去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景点，它就是追忆桥，然后刚好看到一个叮叮车开过去，好幸运。我们现在在 Riverside Market 这边找午餐吃，然后它这边有很多店，一些各国的料理，这样有 pasta 这样。好了，你点了什么？这我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它叫做炒面，炒面。然后你刚点那家应该是马来西亚的餐厅，然后我点了这间。它就是可以自己选配料，就是可以自己选主要主食，然后选你要的配料，或者是加其他的东西这样子。这个是 Riverside Market 啊，它就是里面有一些吃的，然后还有外面一些逛街的小店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坐在二楼的位置，然后下面超美的。我们的午餐，晶晶。我们吃完午餐了，我觉得我点那个很好吃，还不错。我觉得我点的也不错啊，就是沙拉，然后上面有鱼这样子。嗯，你点的是炒面，对，跟肉，对，我觉得它的肉很好吃。然后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座谈广场这边，然后这里就是2011年地震的时候被摧毁的教堂，在这里。狼狈哦！我们刚刚是遇到暴风雨了吧？整个身都湿哒哒的。还好这里有那个，屋顶，屋顶。你好，走。这一条就是 New Regent Street， 在英国也有一条 Regent Street。雨伞爆掉啦！狂风暴雨，你有看路吗？有啊，其实很漂亮哎。我没看路，你看它这个市容，市容
蛮美的啊。你这样你特地有看得到市容吗？看得到啊。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景点，下一个景点紫教堂，在那边很漂亮。走过来是旁边，这里也有一条街，也是很漂亮可以拍照的地方。逛完街，然后又回到市集，然后我们点了冰淇淋，这里的冰超好吃，太吃。然后我点的这个是 Oreo and Cream， 奶味很重哦，好吃。他点了开心果跟抹茶，也好吃。然后我们今天在基督城住的饭店是这个 Break Free， 对呀，它就是前面这里有一个咖啡吃的东西的地方，然后进去就是 check in 的地方这样，然后左边就是我们早上 check in 的地方，拿房间钥匙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是电梯，它这里有超多房间的，这一排，然后这一排也有。我们在基督城这边拿车要开往西边的路上，我们租了这间 Go Rental 的车子，那我们租了一台 SUV 的，也是那种大小的车子。在这个 Go Rental 租车，然后它还有一个小小的简单问卷，看你有没有开过车，或者是你就知道这边的规范，或者是你有没有开过右驾的车。请我们在这边先看一下我们装在雪链的教学影片，教学影片在这里，然后还有 YouTube 上面也有。我们现在在这个 Christchurch 的 Go Rental 这里注册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开往这边西边过来，然后最后到皇后镇还车。皇后镇，好，这是我们这次租的车，一样 Rav4。六二一之后要加油。哦，好新哦，我们拿到一台新车。才开了336公里而已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离开基督城了。嗯，你觉得基督城怎么样？我买到很棒的水晶，我很开心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。对，只是昨天下雨了，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再稍微就计程车司机带我们绕一下，我们觉得还是还蛮漂亮的。真的，对，只要天气好都很漂亮。真的，那风景整个沿途都很美，而且我觉得东西也很好逛，种类品牌也比较多。对，然后还有它那个 Riverside Market 也很好，也很多东西可以吃，真的种类很多种选择。好，那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咯。 Go！我们拿好车之后先来一间超市来找东西吃，这里果然是离市区比较近，东西好多。对，这个超市好逛，这里东西真的比较多，因为这里是离基督城比较近。你有觉得靠近市区的超市比较好逛吗？有，好多真的。像我们前几天是在那个 National Park 那附近的超市的东西都很少。对，种类能挑的种类很少。对，这边是你想要看什么都想要买买买买买，真的很有趣。而且你看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来吃卤饭，超壮观的，好美哦！雪山，左边，哦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Three, and failing to stop or make way for the siren or the police vehicle.从 Christchurch 开往 Hokitika 的路上，我们会停留几个景点，然后我们现在停的第一个景点就是 Castle Hill。 那我们现在把车子停在停车场之后，我们就要走去那个石头那边。
god， 超酷的，超壮观的。刚我们停车的地方是在那边，那我们刚走这一条过来到石头这里，有一个湖耶，我们走下去看看，走进来湖边这边看看。哦，我都结冰了。那我们现在停在73号公路的这里的第二个景点，就是 Arthur's Pass National Park。然后这个景点呢，它这里有一个露营区在前面，开那个 camper van 的可以停在这边。然后它这个景点有一些步道啊，还有一些漂亮的景点，可是因为今天现在下雨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去那些景点，像是瀑布啊什么那边都可以走进去看。前面那边就是有露营区，可以停露营车的。刚我们在那个游客中心那边下大雨，然后我们就先来旁边这个餐厅，它这个餐厅叫什么？不知道的，旁边这里刚好有一个餐厅，就来这边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些卖的东西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店，然后它这里有卖一些蛋糕、甜点啊、派啊、三明治，然后这里有咖啡。现在就坐在这边休息休息一下，然后我点了一个三明治跟咖啡，今天再休息一下，蚊香就起来了。我们今天在猴提提卡住的房间 Annabelle Motel， 然后一走进来它这里就有一圈的房间，大概有10来间吧，然后前面那边有洗衣机，然后我们住的是那一间，然后我们住的房间是这一间，这是我们今天在猴提提卡住的房间，啾啾，一个很大的客厅，然后有两个房间，这里有一间是双人床，这里有一间是一个小床的一个双人床这样子，然后厕所还有厨房。好雀跃哦。我们现在在猴提提卡的这边的超市买食材，等一下要在住的地方煮晚餐吃。之前高中第一次来纽西兰的时候，来这边当留学生的时候，就会用这个装这个甜点，然后在逛超市的时候就默默把它吃光，然后到柜台称重的时候就变得很少了。在这个超市也是会有这种蜂蜜，很多人都会买这个蜂蜜拿回台湾当伴手礼，因为台湾真的蛮贵的。我们今天晚餐吃牛排，好，交给大厨了，米，谢谢。